让它吃一点点东西，放一点，不要像你这么瘦瘦的啊，它长胖一下。五马这个马小的很好，这点型漂亮，这个点型漂亮。哦，这边小了，这边再大一点点。山头很错，这个你要记得把这一半哦，这边两箱这样子哦，你就等。然后这边喜欢的，你要写豆款就这样子，记得把它拿过来，再过一下，再过一下，过一下，过一下，折一下，再折一下，每一条线这样子，哎，你就看到线，你就比较不会过来哦。那折一半的时候，你这个三号薄角是写在这个地方，中心线就对它，那零成本就对它，就这条线，这样写就好看了。好，看到哦 ，OK， 二来，我的。